大家好啊！呵呵呵呵，今日咧得我一个人嚟主持呢个节目嘅，因为咧我就好快闪台湾啊！我抽中咗 fan 级嗰个首映包场啦，咁我就今日就八号啦，我就听日九号睇嘅，我好兴奋啦而家，咁咧就赶住上机啦，我就可以今晚嘅六点几机去台湾。早晨啊！而家咧就系九月九号嘅西门町啊，今日我系睇 FC 场。西門町即係而家變咗個姜圖丁嘅站咧嘅國賓戲院，我的天堂城市啊！就入埋啲糖一齊行啦。上次我哋去呢個新宿 Plaza 睇玩具咯，原來就係喺新宿 Plaza 依度後邊就係呢個戲院啦，就係呢個戲院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就揾翻啲糖先。而家咧就喺呢個 Family Mart 全家後邊呢度嘅戲院，國賓戲院開始排隊等入場嘅。咁咧而家咧十點鐘啦，咁咧就一早咧就已經好多糖咧已經排隊啦。咁派飛咧就係今日嘅一點鐘嘅，睇兩點幾嘅場數。咁我哋而家咧啲人排到去邊咧？過咗 Seven 去到後邊公園啊。頭先咧有啲人咧就去。走嚟問咯，啊你哋做咩噶？咁啲人就話介紹俾啲台灣人咯，我的天堂城市啊！大家就不停落力宣傳啦。對面依間湖南飲食站咧，個店主好好人啊，因為咧我哋啲糖咧就走過去啦。我想租你啲膠凳嚟坐得唔得啊？跟住佢又話唔使啊，叫我哋入嚟拎嚟坐咯。就係依張膠凳啊，好好啊，有依張膠凳坐咧，我哋喺度等咧都冇咁辛苦。準備開始進場啦，而家幾多點啊？十二點鐘左右，係啦，開始準備排隊攞飛啦，要對身份證啦，跟住咧又有啲應門嘢嘅，有手幅同埋依個 poster， 唔該曬你。阿美，小姐，未攞飛。最緊要，唔該曬，唔該曬你，竟然唔記得攞飛喎，最緊要嘅嘢。我攞咗起飛啦，咁咧希望咧好近疆圖啦，見到疆圖啦。好多糖都喺度影呢個大熒幕啊，大電視啊！戲院好多人啊，大人睇睇。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呢度有個 poster 位啦，跟住就係同香港一樣咧，有個炮谷位、買汽水位嘅。好大熒光幕啊！我係第三行啦，因為我係雙數位，所以喺依邊入嘅。進來之後，直接趕快先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哋依場咧，好似係800個位嘅依個院。你有想念我吗？我把你找回来了，不会再弄丢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可以离观众再近一点。来，让我们掌声导演于胜仪。耶！好，那我们再往前一点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往前到这边。Hello， 今日。我聽到話有啲人今日朝早六七點就去排啦。係啊！咁真係舉個二十分鐘燈牌都真係知道係啲熱事真係好唔容易啊！真係。所以多謝大家支持呢套戲，希望大家有啲咩意見都可以提出嚟聽聽。那现在我们聊一个福利时间，就是邀请江涛跟大家拍张大合照。好了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我哋而家講最長春國軍咧，就落的士，有車，咦？呢個係咪空車咯？我而家我哋坐車想去呢個長春國軍啊！好趕啦，但係好開心，好近啊！見到姜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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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拜拜。我哋而家咧喺長春國軍啊嘅戲院度散啊，大家都好開心啊！旅途已經結束啦，翻香港見啦，拜拜 ，Hello， 拜拜。好，第一次嚟呢個台北小巨蛋啦，因為咧我哋影完姜圖就去打卡小巨蛋站打卡，好似紅館咁啦，好多人買呢啲熒光棒啦。頭先見到有王力宏係咪喺度開緊演唱會咧？有係梁白派啊。
你啦，姜导你啦。啱啱咧就有个台湾人啦，咁应该佢系支持王力宏嘅粉丝啦。佢同我哋讲咧，呢个位先系最正宗，所以咧就叫我哋过嚟影。哎，台湾人真系好好好热情啊，好有爱。登山第二个打卡站就系忠孝敦化站，4月4日出口。咁我哋就去睇下登山嘅。原来咁近啊，仲上咗去添。咁近啫，原来啱啱喺呢个银行揿机。Hello， 你好啊 ，Hello。忠孝敦化嘅4号站隔篱就系姜涛啦，好大个啊！姜涛香港后援嘅，多谢 FC 啊，摆咗一个大嘅灯箱啊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第三点啦，市政府站啊，我哋去2号出口一个商场，有个荧幕系会变嘅。一嚟就见到佢咯，哇，几有样啊！同阿姜涛，自己同话自己同姜涛有样。捷运市政府站2号出口，佢隔篱咧百货店嘅荧幕咧已经咧就系打卡位啦。朝头早7点至到夜晚嘅9点59分咧系日间荧幕嚟嘅，10点钟至12点咧就系另一个夜间荧幕。而家9点几啦，咁就好多糖糖咧食完饭就嚟打卡，可以一次过咧就影晒两个荧幕嘅。我等间睇播个荧幕俾大家睇啦。我哋等咗半个钟，仲系依5个人嘅 poster， 一啲都冇反应啊！而家咧都10点40分啦，啲糖咧话咧前日又系咁急，琴日又咁，今日咧都系咁啊！我谂啊，可能嗰个大厦嗰个保安已经收咗工啦，唔记得转咗个 mon。好啦，我哋走啦。原来呢个是交友 app 嚟噶，系聊天交友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落去啦。上次咧我睇阿 Lina 同埋柔宇咧表演喺台湾跳街舞，我觉得佢哋好靓好型。而家有人开始喺度跳啦，啱啱西门町后，因为我想影相变姜嘅电影宣传嗰个片，青春真好，就是青春啊！喺度咯，哎呀，呢个 mon 好差啊！影唔得靚啊！等後啲先，你影有冇呢啲？有啊，你都有啊。原本我諗住去完西門町打埋嗰張卡咧就走噶啦，跟住咧我都係決定嚟呢個華山1914咧再嚟影一影。當日咧佢哋喺呢個華山嘅戲院門口，因為我嗰日冇嚟到啦，好彩有嚟啫。而家有個啱啱呢度戲院呢個大堂咧有一個打卡位啊，我跟住咧再帶大家去睇邊度咧。剛才個糖糖就話咧，依條巷就係當日咧，姜 admin 咧就喺度行出嚟收大家信嗰、那個條巷啦。咁我就而家就行翻依條巷行下啦。依度巷依度入邊依度咧，全部都戲院嚟嘅。咁其中一個係《我的天堂城市》嘅海報，好彩臨尾有嚟依個華山1914啊，影埋依個打卡點啊，旅程真係圓滿啊！耶、佢又見到幾日台灣咧，你整黑曬部夾啦已經。邊度有啊？嘿，而家翻嚟就彈我啲嘢。你睇我哋一齊咁多人嚟陪你送接你機，係咪開心啊？係啊係啊。但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我未講完啊。今次呢個旅程咧，我要多謝同房嘅姜濤嘅。好，就係、是。我同講過，同姜濤。你想同姜濤同房啊？今次旅程咧，我想多謝同房啲姜糖咁樣幫我安排咗依個咁好好嘅行程啦，又照顧我啦，多謝你哋啊！希望依套戲啊喺台灣、香港都破億啊，收視票房破億，《我的天堂城市》耶！拜拜，多謝大家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拍这部电影首先很开心了，因为首先以前学习的舞种都没有很专精哪一个舞种啊，虽然团体有编舞什么的，但趁着这个电影的机会有学会到 popping 这个舞种的一些基础的动作，我相信还是会对表演会有帮助的，因为现在很多的舞蹈它都会包含很多各种不同的 old school 的类型，那所以 popping 也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舞种，所以也很感谢这一次的
参演电影的机会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演戏跟唱歌表演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，其实都是要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去表演才会是最好的，所以还是会继续尝试演戏。谢谢。